记者团队，花枝那么大，五十楼，紧来，五十楼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五十楼啊！来两个啊！五十块了，五十块。干咩？来五十块，不是五十块。五十块，随包随好，都唔免赚啦吼！我是拿花尔啦，拿趣味一下尔啦。三个啊！大个讲要夸张，要啉啊！你个五十块算咩啊？五十块够咩啊？五十，五十拢有啊吗？我收两个。是你几个？三个啊！美女你要吗？五十块，花枝丸，回去煮汤。五十了，这花枝那么大块，你不要？五十块，你也是你听无我咧讲啥？五十块要吗？好，你也收五十。五个啊！你敢有收？这红瓜这，你也收钱？你看这红瓜这拢有会记的啦。啊，你五个，你几个？我两个。七个，水包水哦。来，要吃啥物？你有要吃啥物好料？沙巴处理，沙巴处理，哎对。啊，你处理外口迄个布料酱啊，沙巴处理。来。啊，要吃啥？我刚刚要杀啥来着？要杀啥物件？啊，干啥来着？啊，来，靠，我袂记，先自觉你对。你厝够小朋友，恁这恁家人家厝够有囡仔。玉米浓汤。来，迄、那个上咱的新产品过来。来，我来卖这几箱。来，一箱两啊，阿甲一箱两啊，还免一家卖两箱，留一箱后壁买。来，帅哥，我先讲，恁听我讲哦。阿姐，你要注意听哦。来，你叫人家看这啥物？这要求好食哦，要求好食，你叫人家看。也叫人家看，要求好食，这你一定要注意听。哎。迄种羊烧尔，迄无味无够诶，夭寿诶！你真正你毋捌食过即个玉米浓汤，我来讲，外口一碗玉米浓汤，我准30块。来，我来讲你听好，一个人买一份落啊，即最近当我带来，要互恁试食诶啊！我好食歹食，我拢卖介绍，恁当会食你就知影。中埔小吃，7-8元，一个人会当买一份尔，袂当我买两份哦。一个人计一份落啊，你了钱买一份落啊，7-8元，7-8元，五包啊，四个人计买，一个人买一份啊，100元。100元好，我叫你来。谁来炸三箱？你知无？谁来炸三箱？咱就是卖牛角遐，咱唔只来炸三箱。咱若卖无角遐，咱来炸三箱，对无？来，有人要食这个啥物啊？春鸡，迄个啥物啊？这个鲜汁卷的咯。这等下我来讲，会当煎的，当煮，包括切切的叉菜，比骨肉菜好食。包括那，你知无？你甲猪肉、猪尾，搁腊肉拢会合。来，一个人加5条，一个人加8条，一个人加10条。来，我搁3条哩，我搁2条哩，我这5条够哩。加20条，无只退钱300块，花面100了。来鲜汁卷100块。有人要食鲜汁卷，张姐人家一间莫一箱啊，我无甲你骗你啊。来100个要来无？24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来这5条搁送你，来100个要来无？100块。啊，这你看要食鲜汁卷，这切一个炒菜足好食哦。100个有人要食无？100块。啊，这你看要来？无来哦。啊，你有要食啥物无？有要食蒜泥？要食？白带，你要搁一份？啊！刚才白多要搁一份，白多，迄无请食你白啦，哎呀，迄水个，那一个刚好说这掉掉，一个你雪梨要起来，我买一个无鳕鱼。恁家有人要食鳕鱼无？雪梨这有人要食这大块，啊，这你家有要雪梨无？这用煎的用炊拢好食，这一块炊起来鱼啊，这两块就500几块。我招两个人家搞买雪梨，唔免500，唔免500块。我话基本来500要食鳕鱼的无500块，我再搁送你500，再搁请你500，新加钱的再搁500，阿不要无爱哦。再搁有人要食蒜泥的无？开500了，500块。好钱啊！等下，来美女，再送你一片了，来啊，高兴就好了，500了。来，搁有人要食蒜泥的无？500块，500块还有人要吃鳕鱼吗？大地要搞的好些。来500，搁有要食鳕鱼的无？500块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来，你搞咩啊？来这边是500块，来500了。再告你，再告你500。阿哥，来，我见我用你袂用我用，来这收听。来，老板。阿哥，来谢谢，来是这500收啊。来，有人要食鲑鱼的无？来，鲑鱼要食1000块了好无？1000块，你买1000啊？讲真诶啊，买1000块。来，看声。来一个啊。有人要来无？这大块，这高，1000块了。智利鲑，保证无油的，无油退钱啊。
打了个联合的玻璃呢，没有白白啊，再个少，再个我，这里再给你，这里再给你，美女你买一千块，这里再给你，真的，一千块的，几千块好不好？来修车啊！你有没有买鳕鱼？有啊，买鳕鱼。来了，这个再给你啊，一千块，你买回去吃啊，一千块。一千块够不够？一千块。拢有啊，阿哥你要不要过去再过去？分开来，来。来。好，我搁招一个就好啊，这个再给你。这个再给你一千块 ，OK 了，进来。一千块，一千块要不要？一千。来掏钱啊！一千块，啊，刚刚摸几张哦？来，一千块了。一千块。你要不要电话丢下我？来，丢掉了，谢谢哈。来。来，这边我哩，叫我上去。我哩在那边啊，来。你讲三瓶在后边哦。不要不要不要。哦。来。是啊，那只哦，你是变来分掉，好 ，OK OK OK， 好，那无问题，好，所以你啊，讲我咱就来服务啊，你熟悉，对，包包姐，五百块收钱，我发，好，你也发出网金的包包姐，来，我发了，来接收，来。你的花枝丸再包了好多哦。来，阿哥，没有什么，还有没有要吃什么？你是周围吗？一起的吗？来，来，美女，来，啊，大哥，你要啥？来，讲一下，看要什么？姐，你看要什么啊？来，用我。来，阿俊，菜刀棍有没有？菜刀棍。阿俊。不叫。来，上面那菜刀贵。哎，八五，一百五二厘安尼八五。哎，要春水塘的。来，头前啊，你也收一个啊。过来，要菜刀贵无？一百五二厘安尼八五。我要收我讲，要菜刀贵。菜刀贵了没有？爆了！你加一分啊！啊，两个啊，来多一个，多一个。来，阿刚，你先来，来，等下我花枝丸拿给你，顺便帮你搬货。来，爆我个要来无？超值，超值！来，爆我了！爆我个要吃，我的菜刀贵真正好吃啊！阿姐，你感觉买过我的菜刀贵，啊好吃无？系啊，咱袂好。袂讲话，咱菜刀贵，你嘛在北外买菜刀贵。来。阿哥，你摸摸唔着心味嘞！哎，来这边掏钱啊！是啊，这两包百五，有咩来无？来一个啊，没有了。好，安尼无啊，自己先收钱。来。来，那你们吃这无？这物件交。哎，哥，你们吃果冻，你有没有小朋友？你唔爱吃果冻啊？一个人买一份，总有囡仔吃好无？二十块，人要吃无？二十块。二十块，我来要吃果冻啊！二十了，二十块，二十了，起来了，二十块，二十，二十块，二十块，我们阿伯分哦。你话再个黑鱼啊？我先我来。哎，你们花枝丸有拿钱的举手，回几碗咯？回几碗咯？回几碗？回几碗呢？哦，回几碗？哦，快点，快点。阿姐，这二十的几多？我收钱啦。别忙，帮我处理好钱。唔免啦，随个三下，你还要等啥？我三十岁了，要等啊！三下要等啥？姐，你几岁？姐啊！我两个。三下来，阿哥你阿妈，等下叫我咧包三份，哦，你朋友做水果水哦，哦，迄唔免等啦，要等啥？三十岁了，要等三下，唔免等。好啊，来啊，来，来阿姐，来，今天我要食啥？其实啊，我做这物件拢是为着恁的囡仔吼去找货啊。哦，有的为着恁找，有的是为着恁的囡仔找的啦吼、哦。你看我这做一个小朋友，你坐在迄个盘，我边仔讲啊，你看要过去客无？你看人要食这個，这叫花枝海鲜排啊。这等于吼，你用气炸箱、气炸烤箱，还是讲你用煎的钱的拢好食。你甲淋两下物件，番茄酱甲胡椒粉，一概你会调的。外口三块煎甲煞，铁板煎到百五，这六块煎甲煞三百，以后我外面一个人买一份，等于试食。我这地过三年，这地过年，这地过来，这地过来，一人买一份好哦，一百了。来一百块，来买只花，一百或一百。啊，加油！果冻三分水包水哦，三分两水包水哦。一百块，来买只迄个花枝牌无？拢有啊吼，都有的吼，谢谢。我有足侪物件的吼，啊，你买只啥？甲我讲，迄后边几百项的，你甲看只几条的呢？这花啊，侪条呢？三分啊，来。来啊，既然你若要食迄个，我是哎呀，对。看要个啥吼？来，你若要食啥，拢一定爱讲哦。
哦，要吃啥物你就甲我讲，我就甲恁卖安尼。啊，是要食白带的，恁敢有要食白带的带？你要白带鱼哦？是会甲我白带啦，莫搁食这个啦，这个还好啦。白带好好来来分人来果冻啊啦。来啦，恁莫搁食遐，食只鱼啊啦，莫食一直食遐吼，食只鱼啊这啦。啊，带一个妈妈来甲我买两份啦，这啦。这有水无？这种中空啊。这当然拢含几份，所以用煎的就好吃啊！吼、哦，咱的白带，吼你吃着真正甜的啊！哦，这有好一只，干嘞挂头尾一只，我三四百块，我来讲，招两个人计招三个，三个人计加钱，四个人计加钱，四个人计五个人计落，唔免让你开五百，开四百，一个人买就落，三百上面只三百块。有人要吃白带的话，三百块，芋奶肠，芋奶肠，阿达，芋奶阿卖济哦，那人还袂记吧？你先卖济，拢一挂，啊，拢香的就好啊。来，欸，我跟你讲哦，这箱我牺牲哦，恁这些人家吃。你只要啦，敢给三百给我的人家，我再搁送你。你给那钱钱呢？好钱啊！我的白带啦，真袂天给人用，我再搁送你，再搁请你。来三百，再买一个白带鱼三百了。等下子我再搁送你，再搁你三百。咱做信，我这打做信用的哦。来，我来讲，我再搁送你。我的白带袂天，几包给人用，我三百块。那刚你也得搁一箱嘛？有。我最后搁招一个就好，我再搁送你啊，真欢喜啊！再搁你刚刚好啊，来三百多少钱？我也付。来钱啊！